Chin-chin. Oh, 好几滴。 压住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不是压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只能靠这里来撬了。然后，我还是开机断电吧。 电断掉，换螺丝，只差两边啊！这螺丝都没了。 一下这边修吧。 把两根都拔了，对，这两根是灯芯，把那根也拔下来。对，这两根是灯芯。放这个位，尽量是拿东西保护一下。拿个东西保护一下呢，随便拿一个那个，拿个。 你真的个是！然后来，是一个小小孔。还拆吗？拆。接着拆，我的边头拆吗？电池上拆，我感觉这里有点危险。 接着拆，拆，啊，拆没了。嗯，要装回去是吧？注意这两个孔啊，孔跟那个扣那个定位柱是要对齐的，然后这里前面还有两个定位柱，跟板边的两个孔要对齐。
4.5 소스 왜 하라? 소스 소스는 다 먹어야 然后这里开一个点，这个线要卡到槽里去。然后从这里穿一穿，先穿出来，先直接穿出来，先不用管，然后把前面固定住，直接扣了啊。嗯。 后面这里，我看看，让这两个是平的，你给它来一下。这里是在一个平面上。然后先把前面螺丝给它固定住，然后这个转过来。 把这个盖子这样子先怼下去，把这个东西翻过来，灯线都有部分。 按顺序把它插进来就好了。卡住，不是要严谨一点吗？都按顺序卡到线槽里。 把线插回去，然后把线捋顺喽，就在这里把这个固定这个线位的块给它放上，要捋顺，不能让它卡住。哎。
开了，开机看一下。OK。